Jai Jai
가슴 몸에 처신함도 개요 말에 되네. 그런데 루브르도 언니께서지 시작이 에다 프로그램도 제로로 드레지 총무래. 드레지 당에 망부시라지
다 추수 시번에 시야체 추수 시번에 시에네다 주디 거디 샤 참샤사디 나중에 이제 중요한 말 드린 뉴스안에 다 거디 샤샤를 입었다 드린 뉴스안에 다 조치 하는 다리디 에 접지 청구를 붙이 에네 남신 이신 제베 다 송주인데 나네 디지 송주님을 패배 로마 상마로 상마다 아니 지금 최기 저번 나버서 상마로래야 예 도마르다 섬지다 저신들의 수야이 本来呢，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而是临时的，那么安排了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这样一个行程。那么在安排当中说是要4点开始上课，但是也没说要我讲到几点所以大概讲多久都可以吧。那无论如何，首先我要向在座所有这一次来参加创古仁波切的课程，就是辨识智论，也叫识智差别论的课程的这些学员们，还有在座的所有法友们，要跟大家说一声吉祥如意。Yes, somebody had that. Jing Ting San, Chua Jinne, and Turim Nishuza Jiva, Sinri Gilaze Yage, Chimboyeva, and Jimuwe Yage, Chimboyeva, that Turim Jilian was in Yare. Chua Jedang Azun Ya, Jim Namba Sangabe. 양측추중대추중대주나로다뒤니만가도왔어다너나지에심지담지에너지뇨모라고다안다나신에아다지로버다와로체망웨뒤주지리양지시가래단데데지기다뒤주단너나간다리양아주对你自己问题拿到了呀，没什么了。吃完吃了松，吃完吃了轻，然后做这个气，外边，它先完都松呢，能什么的，第一，这个水果个。用的主要的，当然是，其他的，但因为跟，拿错机，你们的热心度，啥都，全是没的，这里都，但你这几个推出，用的差不多，你这个拿了来啊，哎，给人做，那这个喇嘛人不切，那看见成果人不切，都有规律的呀。坦白说的需要的国家的中心是连土不的这样上了给我上不下来的这就是呢他做做的很坦白说他的拉美军队呢就剩下我的做他的团员所连给我的开始为止的他团员所连是就是呢他娘所连当这样这个确切啊，给推出了不？速度、密色、水呢？你不说两档几个档？啊，推档推没吧？这个推没吧了？推档推没吧了呀？这那么军电都，俺那就缺一，大概三八档，缺一就那么的熟悉呢？你不说两档，你用的要的，你个开什么多？
那对于人来讲，我就像去吃那个土著，那个虽然说对于人来讲，确实对也不多钱，但对于土著的人来呢，人家让给吃完了，就别搞当当那些，那就从家别搞当当那些没想到的，这把所谓搞太大都，等下就缺给三百当，缺那么。他们就接送那样，这个没多，这里就，也不多，到第二年，过年不着不接单，到那，就让给没接单，就确认伢们来第二，他这都送我们一把，伢们都，这里都不接，搞不得开始不接单多少。所以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也就是我们是都生活在这样一个现代的一个人的时候，从一方面来看啊，我们这个时代当中，这个科技进步，物质发达，但是另一方面来看，也像是佛法当中所形容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生活的是在一个叫五浊恶世的时代哦。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在这个时代时候的众生，我们的烦恼是更加的粗重强烈的，而且也有很多的这些邪见，所以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那总的来说，我们在这样一个21世纪的人类呢，我们似乎都比以前更加的繁忙了。主要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的心总是散逸在外在的事情上，外在的事物上，似乎都没有机会也没有时间好好的向内去找寻内心的一种平静跟喜悦。所以而且现在来说，各种内外的让我们散乱的这种因缘实在太多了，而且每天每天都在更新，日新月异的各种散乱的因缘是那么的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一个可以说问题很多很繁杂的这样一个时代，但是呢，在座的各位，你们却有这样一段的时间来到这里，跟随堪谦创古人不切，可以听闻这样的课程，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总之，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跟随一位善知识听闻正法之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要实修。那我们会问，实修的方法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说实修有你要自己做，可以说特别安排一个时间自己做功课的时间。那还有一种修持呢，是指它没有特定的时间，而就是你日常的生活就是你的修持，这包括了你的心动机还有你的行为，这两者都非常重要的。所以尤其有的时候我们在比如说坐中，就是做功课的时候修得不错，那我们要把这样的修持也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无论你是在工作，或者你在做生意，或者你在社交跟人交流的时候，希望你都不要忘记佛法。所以这里的重点是我们都要认真的做功课，在坐中来修持，但同时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能够好好的将佛法落实在生活当中，这两者不应该有分别的，那这是很重要的。那那是刚上刚上个你没感谢我俩除了这两个都大地里啊What is the best way to serve? 刚才我今天没有忍不起来啊，成功忍不起来啊，啊你就搞出来，学习学啊，你学当养学的，学路学当养学的还认识，你开始不进入的用多，他可多点了那眼就看学习嘛是看，俺个没事，你这事儿就看没多。老板都听上了，主要人家的是，个人呢就，说不定年大了就免着，主要就粮食都是啥呢？呢，粮的主要，粮拿不出嘛，原因呢，这粮家的呀就统统都家里多，这里就是啥？没事，主要粮家是给种马上，
他的做就现在他这个就现在人不是让他跟着去那样为好的那种去下轻松上次他刚才样这个拉面工作主要的他主流主导为好的他做的拉面工作的区别多拉面疙瘩拉面工作的区别多呢那你拉面学习主要的开始没事了마도양지소수의기에랑타랑주를제시어다디에소수강삼바디고소수삼단디양슈레도삼바를제시이내야디지라메공바도못힘바임비나다디라메가두번두고마르바다조조지라메공바도좀제거와데케스미스라메공바를마셔와다대야지라메기셰슈주스드산다本来集中，本来就是集中米勒南派的这个代表呢。那集中米勒的，他其他队员就马尔巴蒂参参攻，这个南派找不得了，他就罗马的就军脚巴了不，去呢，那就去南王找。这目标呢，马南话着，那今天去中国了，那第二去中国不得了，国外竞争全部要来送。那在国外竞争的时候，本来俺两个，对俺两个什么水平的？在国外竞争的，俺两个同水平，国外竞争的。这样啊，到自己看上我的人都俺两个什么水平？本来他在上海个王党，党话什么的说。개바든미디엠바라뛰초요만뛰는롱고요만개바든냄배가사대다라야내건조만좀전뛰초요만갑단튤다되네야지에이되네쇼아보디아디삼조르키체롱마롱들려공부시네那就往他当官点过好了吧？他这点过就是啥呢？他就让别人就老么给把他带把去，那么来往他当官天朝去哪罗去，你朝去哪罗去学就是啥？那么那啥，就俺爷就让他当官的这个名字了呢，就那么地方着。他这来就让个那边的别人他去，就是别人。别那，搿边就是塞人塘全部印度山嘞，但塞，别，搿说了，他的，塞多多全部去，大汉在叫人住，叫人开养了，等于能给人生了不起他，但 excuse 了不起，但别人的就塞的超级的涅巴尔高瓦嘞，等于涅巴尔高瓦的村呢，涅巴尔高瓦塞涅巴尔高瓦的村呢，但。别把他们过来再过来，等你再再呢批呢，等你老马的就我呢，人他把呢就缺的钱都要吧，马到别的伢子就缺单都不满意吧，这个哪哪哪嘛哪哪嘛哪啥都不满意吧，但等你这个就春节节用过多了，像超级呢，但你那个修耐心，就上啊上么的时候，看出门就那个没病就啥，但得哪里？他们那个名字，送到这边没有印度山呢？俺国人得了呀，吃烟的不急，嘛送印度山呢？他得了点就是用片头的用的，不是？那面罩上，他刚才样，刚才样就那几句米勒来不了呀？那几国人他掌握着不急嘞？得了印度山呢？他军教吧、拉萨吧，得这个比瓦给皮亚呀，嘛的这一边呢呀？俺国人给就刺激了呀，主本子呢？他得准备上道，俺那喇嘛麻烦了，不给认识，他得说呗。等于是啥呢？这个喇嘛上道主巴拉，伢巴都这喇嘛，这古提勒爹呢，上道主个，主个呗伢巴样买不着。当然呢，这个生性的，主巴家亲不批呢，这上道主个样买不着。他多呢，这个喇嘛。噶当，公巴当，听不进呢，他你认当，
那就军教吧，也灭了嘛，对吧？那南面搞的恐怕主教不进就散了。他做做的，这三角泥巴的了，哪里的要来？这三把的脚啊，皮松草把这个当三角，大大几月呗呢？等于就南面搞的恐怕，俺做多的生活都等于就散了。做的就所说的三把的脚啊，三不几样啊，给他彻底。그뒤에요구하되다개좀시라인사라삼정도那么在前几天呢，有人问我一个问题，他问我说，怎么样是能够成事上师最好的方法哦是什么？那那个人主要是问说，成事就是亲近成事创古人不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那当时我也没有直接回答，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尤其最近那可能是身体的一些关系吧，本来应该是一些很容易的问题哦，但是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当时呢，我只是跟那个人说，或许你该去直接问问创古仁波切该怎么办吧。那总之这个问题让我想到说，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我们都会问要怎么样亲近，怎么样诚实照顾诚实，让我们的上师欢喜哦。那当然这个方法是很多的，但其中最主要的，我想其实就是要符合上师的心意的这些事情我们去做，这会是非常好的，而不是自己有什么的想法，自己有什么的决定哦。或者有时候我们觉得，诶，这个事情或者这样做是比较好，但是这样做如果违背了上师的心意的话呢，那这个也是不应该去做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想到说，如何诚侍一位上师哦，侍奉一位上师，让上师欢喜。那这让我想到像密勒日巴的传记里面一样，那其中我们会看到密勒日巴的上师就是马尔巴大师哦，你看他有的时候会说法，有的时候又不会说法哦，就说有的时候会给予这些教法，有的时候他又不给予弟子一些教法，那似乎都看一些因缘才给，那仿佛说这个是有特别的用意的，才会马尔巴大师会有这样的视线哦。那针对这一段，法王说他的一个想法，他有一个感想。那当然，他有的时候感想，他说是蛮奇怪的一个解释哦。不过他想到的是说，就好像如果我们在接受这个圣身的，我们要求受一个圣身的灌顶，或者圣身的密乘的一些口诀的时候，那么，经典里面也有说，不应该把这些圣身的法教授给那些不具福缘的弟子，不具备这样的因缘根器的弟子，甚至也说，就算这个弟子有因缘，也不应该轻易的给予，而要看这个时机对不对，看这个地方对不对，同时也要观察这个求法者他的发心跟他的行为是不是达到了可以求受这个圣身法教的标准呢？这都是应该要做观察的。那么，所以呢？就像是马尔巴的例子，那譬如说要一个弟子跟他说啊，你可不可以穿我这个法，那上师他也没办法说直接的跟拒绝他说我不给你，所以呢他都会说，那譬如说你要首先要拿一个很贵重的一个金子给我，那如果你能够把金子准备好的话，我就会给予你这个法哦。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为什么？因为在当年西藏的这个环境，金子代表的是什么？黄金代表的是一种很难得的，因为你很难找到这个黄金，这真的很贵重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代表说这个弟子他要为了这个法，他要先很努力去要找寻到能够求得法教的这个金子，这就代表着他的一种心，他的一种努力跟他求法的一种渴望。所以不然的话，这个弟子哦，就说如果要给黄金，哦，那算我就不求法也可以的话，给不给法都 OK 的话，那就代表这个弟子其实他没有心哦，所以会说你要给我一些贵重的东西。那当然，在一方面来讲，的确这个法它因为非常的珍贵，所以呢，上师通常给的时候都会说你要准备一些条件才会给予等等，所以
你看到密勒日巴大师，首先他当时怎么亲近马尔巴呢？他自己先是密勒日巴，首先自己也非常的贫困，他也没有任何的财物，那么但是他说我会以我的实修来供养上师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密勒日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他以他的实修来供养城市他的上师，让上师欢喜。所以我们说师徒之间，尤其弟子一直上师的时候，你不一定要一直在他的身边，有时候你也不一定要做这种太很大的供养，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你要做到上师告诉你要你做的，还有你要做到符合上师心意的事情。所以跟上师没有远近的距离哦，而是在于你有没有做到符合上师告诉你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随时要看我们的发心跟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圆满，是不是达到标准，是不是符合上师所教导我们的，所嘱咐我们的。所以我们随时我们都应该看看自己是不是准备好，随时要让自己的发心跟行为准备好，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十三呢다저기라메당화가뒤낭용마요텐텐미도와디베라지텔로나리남다르지제비나베라당보나로베삼발라지베당화첨보지낭용그랬삼그봐다베라지구라오마빈디데첨빈디데첨보인사다당화첨보지베지베라不得了不得小张王不得哪有个送上了之前那在老百姓冲到老忙不得一呢当我自己家妈呢那他妈的了呀那这个老百姓长长的呀去了啦你们都配那边呢这个老百姓高忙不接就会留意吧那高啊接那他今天就算呢他们说高啊接高瓦街吧，可能高瓦街才吧，可能让这个当官全部都赢得不了，上不上？这里就是啥呢？他就拉面的卡水，当官的就俺就上不就拉面当官那是不是？别这个别缺给那不全部这个通不着不这个，俺们那这个卡水别这个确一被胸腔不落下不着，等你这个三毛着不就难过也不来三毛，那等你成家了等一辈呢，啊这点点没多啊，等你就三大做做的，看到了呀，那叔叔了呀，这拉马铁，点被那个给，这三把，菜单点把就过来。三把菜单点把怎么去约吧，过没去吧？那三把地，约不能先去，叫我拉领导那个不样，那亲戚马老把就过约吧，印度山呢，他叫我平时上班就过约的，就他就说干什么人啥？他他妈都，干多他第一周的了呀，他开始去，他第一周开始，我就开始。人当然得先打地基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上师哦，什么时候要给予或者要给予我们教学哦，其实是不一定的。你看就像当年纳洛巴大师他跟随帝洛巴祖师的时候，那纳洛巴的心中他怎么想的呢？因为首先他自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大班智达哦，所以他想他幻想的是啊，帝洛巴大师一定会给他一些什么样深奥的这种大法哦，一定是像很多很多经典这种大经大论很多经本的教学等等。但是没想到纳洛巴跟随了那么多年，帝洛巴一句这种话一句教授都没有给他，反而是他不断的跟随这个帝洛巴的时候，常常会跟他到外面去，到外面去的时候，哎，那帝洛巴就给他很多的各种的苦行跟各种的考验。而对纳洛巴来说，他后来他也知道说，原来这些苦行就是最好的口诀，
对他最好的一种教授了。那么，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想要上师的教学，我们心中都会幻想上师一定会教我们什么这种深奥的大法，或者是大经大论，但其实真的不一定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依止上师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具备一个清净的、正确的一个发心跟动机。那么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也要具备一些正确的规矩，或者说叫正确的一些行持哦，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上次送去去教来时，那送去，那送去结果永生卡来时，对。중세 때 때는 저 시아민도 다 가보 요아레스 가보 요아레스 때는 인주사는 순주 샤오레스 근데 순주를 가르 샤오레스 다 낭도에로 가르 샤오레스 라이 다 대지 즉 제나 룸부지 다다 지 남시 이신제 아빠 순구 요아레 대단 잡아 요아 야나지 라로 라마더 로메 파르게진 제베 고라 지시나 아부도스 대마이나 교랑게 다 가르 쳔바지 시에나 야부도스 다 딘데르 치소소 딘데 인두사네 다 남시 이신제바다 무지게베 니마 망고 송사드스나다 데라 양해 지금 망고 시 쉬에 신데민도라 안데 지 지는 예 진담의 쉬 양데 름부지게베 니마만 무슨 샤워데 돌아치네 괜찮다 거야. 남도 어때 이제 죽. 괜찮아. 아 니마만 야부 중송데 안 콜레. 내내 자네 야부 중마 송상하러 갔다 이제 죽은 거 봐. 다 드네 라마다 로메 콜라네 다다가 콘도 쉬버티네 시레나 마시네 가라네 지기 라마다 로마. 나라 라마 야부지미 로마 야부지미 드네 인두스타네. 라마다 로메 제바디 지 빼셔 유여 바자마도 소수 귤에 매듭 사는데 깔아가고 지티 시야래 영화 잡으러고 아디지 양지 한바지는 시에 이내야 대지 아버지 시에도 사 말해 드린 뉴스안에 다 대야 먹어지 다 인비네 가산들이 이제 뭐지 가산디 남시 이제 봐 송준한 고주번에 직전은 이제 다 남시 신제바 코라데 양태단 제바예베 에베나지 티보침보 지 심잠베기 대주 가시에레 다나신지 정준 우마베 대주 가시에레 다나신 다 까마바 군진 숨바랑 조도진 담 아니 미주도지 제시베 가시 가시 데스 데빈스 베자 가시 도스 도스 데니 다 디난 가시 가시 지 가르쉬에 이 가수의 통대바디서 가시지 기나토로 마슈비나 아바지 지 삼로 잠미다 땅니 슈모거체 아디 베제나니 예바디서 마 츠가시 교르샤한테 바진 지금면로서 네 체디스로 면로서 데레르지 태소 데레르스 안케시 논주 충바이나 주 다단에 주 서바시로나 마도양 동기 딱그 뺀디레지 잡친디레지 시에서 야부기도 야부시에마서 뺄에서서로데 두개씩이나 야부민도 다단에 공범마서 쉬아인 之前呢 这个 他们要说 要我 说法嘛 就是今天 这一堂课 要我说法 那我就问他们说 就问那个主办的人说 为什么要我说法呢 结果他们也说不出什么原因，他们的回答竟然是因为就是因为大家喜欢你，大家喜欢听你说法嘛。那么接着呢，访问又问他说：“那要我说什么内容呢？”那他们也说都可以啊，你可以也说这几天创古人们这些教授的这个世智差别论相关的一些内容，或者也请您可以讲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或者。 您心中想讲什么都可以，那么，所以仿佛说他自己也想了一下哦，那以这个仁波切讲的世智差别论来说，仁波切已经讲了这么多天了。
那首先我自己也对这个经典并不是太了解，所以我在这里如果今天讲了些什么，反而跟人们去讲的不一样，让你们起烦恼了，那可不好。所以我想我就不讲这个师智差别论的这些内容。那么再一个主题就叫师徒之间的关系，这部分来说的话，首先呢，我自己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老师，那同样我自己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呢，所以，仅仅能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经典上告诉我们要如何依止上师的一些内容。那我自己欣赏，我自己并没有真正这样做到，所以也不太敢太霸道的，或者说太这里炫耀的跟大家说一些什么师徒的关系哦。所以我想这部分我也不多讲。那么其实，在仁波切前几天开始讲解教授这个师智差别论的时候，我也开始呢，多读诵有关大乘唯心的一些论点，还有中观方面的一些典籍。那么，这些内容都看了，所以我想我会把我这几天看到的这些内容，包括第三世道法王跟第八世道法王的一些论点哦，所以我想我会把这里面的一些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并不是自己的什么想法哦，我想可能就是把这些经文念一念出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这样就可以了。但首先我要说的是，先要求大家的这个原谅跟忍辱哦，因为如果我有说错的话哦，所以首先请求大家的原谅。다 대략 아주 디단 즈에 원바 즈에 나는 아주 로빈 인행이 제베 아니 원바 즈에 자외 나로리아 아니 숨다 이다 남시 숨 남시 니 튠지 사지 송여베 인두사네 숨다 이다 남시 숨 튠지 송여베 인두사네 아니 다 세라나 원도디 바디 즈지 숨이 남시 송 지당찬 다 튠지 루지 송규 生的一的那批数。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在世亲菩萨所写的这个俱舍论当中呢，有一句话提到说，心意识是同义词哦，所以你会看到在我们说有部跟经部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认为说心意跟识这三者呢是相同的，是同意思是相同的。零九三呢，咋的的的？他一级 number 写不来呀，被查了钱呢，被那他一级 number 写不来，就查了路，一级 number 写不过来呢，查了钱钱，那级 number 写不就中吧，就 number 写不结吧，再不他这个查了给钱要嘛。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他并没有提到说将这个意识的粗跟细。其实意识你要再分细的时候，你还会有第七、第八意识这样情况，的出现。但是在那个里面并没有提到。但是提不清别的那个里啊，但提不清别的那那么里嘛问题，提不清我这，但那么里我怎么问？提不清不切，哎，你提醒你，就，到干了，还是干工不烂呢？哎，就是米那么些送的，就一那么些不把茶啦给要完钱，要完钱，哎，到是米那么些送的呗，还说呗，我可不送些，那不三十多三就贵些那么些，一十多三呢，愿意。那就 number 写吧，是多少呢？哒 ，number 写吧 ，number 写吧是多少呢？哒 ，number 写吧出，要不？那这里这里幺二五七七，但到那卡说的，这个市民那么些送的，但 number 一 number 写吧，可能就他那个幺二五七哪个也不着。所以到了
但是到了这个大乘的唯识的这些宗派当中呢，就会将认为说心意识它是可以分得更细的，比如说会说心是指第八阿赖耶识，意呢是指我们的烦恼意哦，再来识呢就是指我们的六识。你看到在大乘唯识又将它更细分出来了。这当中的关系可能那么些不巧了吧？那那么些不直接就送过了吧？但因为呢，就是你那么些送的啊，给他那么些不的嘛意思，送了，他直接给刚到过去，这个差没有一万钱，那没有的意思。那通常我们说阿赖耶识，它是一种识哦，它是一种心识。但是呢，当我们将它细分为心、意、识三者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不会说心、意、识的识是阿赖耶识哦，不会这么说。那这样说，他的这些，他就光眼些吧，他，那你就注意一些吧。他这个里面的话，他说的，如果的这他，南山这个，南山这个面多少什么呗？他提出了印度山，颠簸要嘛的是，这颠簸面为印度山呢，这，这爬下个过去里啊，就爬下下山个，他说就爬下上山个最那么的里啊，这个嘛的是。俺当然是心女木个一点，女一点，俺当然是女一，那个女一没比那个真的，都那个送的多，就女木个一没比那个送多。等你就上了，但得了说不过女木把点就，啊，他说的就，女木个一点就没比那个不就用的多。等你就上了，但一点就成了。就原面的那个蒙古去原本前呢，颠簸面不印章，俺那爬下过去了，贴个马的是，到底他的关系啥的？到底那不是西边那点血肉吃的原本印章？俺那到底那样，金庸个吃的呗？我把工地路都不吃不赢的，不是上可是，深圳个上呢就上马街一排都，俺那不是就关系的。有嘛些不有，等于就送人多。但刚才讲的里面呢，等于这个，我讲那不是不点不缺不印章，俺得爬下过去贴个的是。那么我们说有八识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的前五识，这是眼耳鼻舌身这前五识，还有再加上我们的意识，第六意识哦。那这六识呢，它都是。不稳定的，因为它都是刹那短暂的生跟灭的，所以我们说前六识呢，它无法成为能够含藏一切种子的，或者说我们的习气种子的这样的这种含藏哦藏识，无法成为这个藏识。那么同样我们说第七识叫做烦恼识，那经典中也形容说这个也是不稳定的，因为有三种情况之下这个烦恼识它是会不存在的，所以第七识它也无法成为这个叫做含藏识，就是含藏一切这些习气种子的这样一个心识。所以呢看纵观起来，只有这个第八识叫阿赖耶识它是最稳固的。所以在像俱舍集论当中也有提到这样一个第八识呢，它是从我们凡夫地一直到成佛地这样的中间，一直第八识它都会持续的存在的，所以你看它是非常的稳固的。那也因此它可以含藏各种的这一些习气种子。它爬下过去石头山呢，它连着它顶这个就连住这些个了吧？本来交往的是不是因为高利啊？俺那在去叫我阿妹去，爬山的，他起码了呀，去来上瘾爬山的，他叫我起码了照顾了吧，他得照顾对上，他爬山下山的，洗了就过过了吧，他得洗的了呀，那个就住到毛毛松松的，搞出来，就住的是米拉油茶，就是咱那么些麻烦提不清不说，俺那做就关系了呀，爬山下的，
他的关系的，嗯，他的叫我去嘛呀，找点去嘛。俺这里你到过南溪里呀，过见他特别菜呢，俺关系的那个爬山的呀，晒的。俺他的这个南溪，这个地图上面的用的呀，不用用的个 RS， 他这里送的就是。所以这里就谈到第八式，它的作用是含藏各种这些习气哦。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到各种的因果或者说轮回哦。我们说，前世我们所积聚的，无论是善或恶的这些习气种子，它会跟随我们到来世。那我们就要想说，那这些习气种子，那它要存放在哪里呢？你看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一些说法。那么在大乘的唯识宗里面就认为说，这个八识它是会一直延续的，从过去生延续到来，今生也会到来生，所以这样的习气它都一直含藏在八识当中，第八识当中。当一些因缘聚会的时候，缘聚会的时候，那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那各种的一手果它就会展现出来。但是当给那么三个为或者主动马为拿落来啊，这那么的些吧，几多种，几多马娃的，那么的些吧，土么的马娃，但你用的也有钱，那么的些吧，土么马为拿落来啊，这那么的些吧，这错处都马娃的，这短都马娃当，不接都马娃当，过路马娃当，那这些就开吧，用的多。那么你看，在佛教的宗派当中，它基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认为只有一种心事，有一种说法，另外的学派会说有是有多种心事的哦。那在多种心事里面的宗派的看法是认为说，比如说有六世，有第七世，有第八世，也有第九世等等。但第一呢，能搞不得了。做这，他说那么久嘛，我们他说那么久嘛，提不起不说了呀。用这路那么些不错一点都送给我嘞。但那么些不错一点，有多少呢？但你认为这省，忙不起用的要了的。第一难呢，省他们这路，那关系了融过蛮的是，关系了融过蛮的是。第二多少呢？关系是多少呢？关系是的区别，这个省开不了话钱，开去。没三月的那个那几个那就是几个了。那么在大乘的唯识宗会认为说，主要就谈到的是说有八识哦。那么所以你看到它有这么多的心识，但是呢，其中只有这个含藏识是它有能力是含藏这一切的心识，所有的心识都是由阿赖耶而产生的。所以有这么多的心事，但并不是每一个心事都可以有这种能力，是成为这种叫含藏的心事。只有第八事是叫含藏事。第二就三的，这关系解决，不然就梯队难呢。但关系解决，忙不送多啊。但第难呢，他等于开汽水机的，那你就发出来。俺到上马街吧，上马了呗。上马街也吧，都俺身边他们这个距离也吧。但本来工地那样的，就梯队那样的，得自己开发了多少些了。本来工地那样的前面没呢，俺那就上街呗，成都什么上街呗，我搞了呀。俺到的关系的，那就是上马了呗。那关系的就是，然后就农民。那民个那么些事儿，你这个要把有钱，过个的是哪？那就等自己啥别，交把银就是啥呢？第一就是点呢，过关系，关系事儿，他也蛮多钱些。那个内有呢，那民个那么些什么的，你这个要有多少，就送多，那的，干啥？体育那么呗，你这钱些，那个对吧？哎，工具拿了了呀？哎，上马街也把都约不着去。但这里现在他看到呀，
고 가르쳐 줘야지. 주베 캬바디 넘버십아. 그래지 넘버십아 주보다 듬바스 사르 틴데 뭐 많이 받쳐잖아. 고 템버지 온데야. 所以呢, 这个 第八世 阿赖耶识 它有很多特质的。 那么你看在设大乘论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俱舍集论当中呢， 都有不同的， 都有提到阿赖耶识的一些特质哦。 但是呢， 在这两部论点当中， 有不同的一些说法。 那， 在设大乘论当中是提到说， 到了菩萨第八地的时候， 那么这个阿赖耶 它会转移，那么意思就是说，到了第八地的时候，这个我执的种子它被根除之后，完全的清净根除之后，那这个阿赖耶识就会转移，那这时候它不再称为叫阿赖耶识，它被称为叫异熟识，有这样的一种名称。那么这是在《舍大乘论》中这样说，但是呢，在《俱舍集论》当中会提到，这是一直要到 成佛的时候，那这个阿赖耶识才会转移。那无论如何，你在这里都会看到说，这个阿赖耶识，它跟所谓的前六世或者是第七世，它是不一样的。那当然就三个以上了呀，那观世音菩萨的，那就念一句就算了，观世音菩萨的，观世音菩萨的。 同样呢，在这里说到了成佛地的时候，这个第八世阿赖耶识他会转一成为大圆净智。今天就是讲那雅尔吉那边杨大那边，那不是错过了呀？送的，他们俩干啥？出门那边那么些噻，直接送的哇，出门那边那么些，这里就是三个三个，那苗龙那边一些的。 남시니 你就算了他，我那么些人就算了他，那么些现代现，全部都看没印度，那他就那不是被，古板都是他德国元素，他这里就古板些么，他看到这些人就用的要的，他看到了呀，他说，他，关系啥的，他本来就。 什么广告路关系没有没钱，关系啥的，过去没在原地位置，什么他们这个早晚什么了不起，早晚了不起，要么呢就做了不，那就关系什么了不，但人家关系是，后来是送过来的，但这关系这些简单东西的也大，大家是搞出来的，什么上班，什么上班才能达到，但那么的嘛外个，那就提不起毛的，就他提出来不起。 天安这那么一买，别提不起，没得出来，开不出去，现在忙不要的。但也没人去提住一档，提住一个那么做，他那就送不了。嗯，但也没人呀，也得，这呀呀这，本来呀，年轻人这边五毛吧，提住一个呀这，这他那个那么些的说，忙些，这什么什么的，他不是送多啊，天天就三呀，提住一个这呀。 关系是多少呢？名字不一样啊，对，但区别就开不一样的，对，哎，不就一样的啊？当然是人众多些的，他凶现在那边那就三门那边的就那罗里啊，那关系重要的，不是就，有些地方人嘛，但有些危险，哎，个人的关系窄，关系名字点不了，这里说多，这里就是咱的关系啥的。 他做的，唐伯的关系啥的，就，花了五两色的，他做的就，提不起别，那就是叫把我的说呢，他就是穷蛮多。他现在不太来的，他因为呢，爷爷来的就是啥呢？俺那关系啥的，名气不一呢，俺同样开发起来有的吧，他那样的意思。
所以这里说到了佛地的时候，第八世它就转变成为大圆净智哦。那么，但是这个大圆净智它还是一种心事哦。当然，针对这点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这已经不能称为叫心事了，但有很多人说对。它虽然转一了，但它还是一种心事，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印度的一位论师呢，他也提到说有第九世哦，那叫做无垢世，没有染污的无垢的这样一个心事，那是指说这个到了佛地的这样的阿赖耶识转一而成的这个大圆净智，它也被称为叫做无垢世哦。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大圆净智，你说他还是心事，但他说心事的时候，他又不是前六世，他也不是第七世，他也不是第八世，因为第八世也已经转一了。所以呢，这位印度的论师说，就有论师承认说，还有一个第九世叫做无垢世。但无论如何，总的来说，我们这里在讨论的是第八阿赖耶识。那么，并不是所有的心事都可以具备第八阿赖耶识这样的特质哦。那么所以只有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叫含藏识呢，它具备这个特质，就是它是一切心事的根本，或者说一切心事的一个基础。那么在大乘的唯识宗当中也看到针对阿赖耶识有不同的说法，但刚刚这里主要提到唯识宗它最主要一指这个摄大乘论里面有很清楚对于阿赖耶识的一些讲解。那在大乘唯识宗之上，那么又到了我们叫瑜伽行中观派里面，他也有提到第八阿赖耶识这个名词。那也你看到这些很多用词跟唯识宗也都没有相差太多，虽然名称一样，但是呢意义上是有一些不同了。那么再讲到说像让冲多杰大师噶玛巴让冲多杰所写的叫甚深内义当中也有提到第八阿赖耶识，虽然名称也一样，但这时候的第八阿赖耶识它指的呢是我们的自心的光明如来藏，所以名称一样，但它表示的是不同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含藏识或者叫这个阿赖耶识含藏识哦，那么最开始它是从可以说是从大乘的这些瑜伽师他们主要强调讲说这样的一个词，这个阿赖耶识。但是慢慢的在就像刚刚提到不同的宗派当中，那都会用到这样的名词，阿赖耶识的名词，但是它所代表的意义含义是不同的。单独呢我就是心就变得就是心里差的那不是他说的不然是女一直在下下为呢那我就让你三十日月恰怎么行的然后我们把的这边恰下来就你用的要吧这里就算呢那那就我们把的这边就帮接恰的吧帮用就算呢但这当三十日怎么下的呢然后就三十日月下的呢这当啊就努力拿那写的啊，就写写的，我怎么写的啊？这当，伢子，伢伢的就过，顶十多六十三了，就写的写的呀。去年、前年就搞出来，五月三月，就写前年的了呀，过下去，三月是的，就过下去，用的用是的。他看到呀，俺那搞出来的，帮车车的吧。但你这这国外的这两样买到这些呢，这三三线这边差点嘞，我电视机买不起。但他那些伢超级的设备呢，就过大部分差起的，马大部分差你一样的搞的吧。但马大部分差的话，半用就散了，大部分差的就我用的久用就散了。那他这个搞什么？那么些一些什么研究啥的，他这里就用的蛮多，这里就散了，他本来。女一这边里面呢，我讲三线这边车子用的要的，大部分车子用的要的。但现在这个新的个车的，就甚至呢，就三个月吧，就绕得蛮绕。这里就三呢，但现在这个新的个车的，我不是他说的，但新的个车子呢，大多就大部分车的，但这边这边这个什么整理没给，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三呢，那个这个大部分车的就是我啊，但。我们
gyung yarab chit, ato di chadi yorba. Tini yu sani, ane, chigi namshi di ishi siya dili, tati da chigi. Tati tunda dodo ni nga zui chigi namdo chugu siya yarab chigi du gyung chagi chambu, chigi nga zui kagyu nalol ya chigi namdo chugu siya sungduwa. Kari kadu kadu lo yaba namdo chugu resi la du sani, ane chigi kensa vrushi. Namdo chugu resi du sani. And Pachi Namdo Nazuta Namdo Dara Chugri Indu and Da Pachi Sangye was came into society, Yoni the Wa. Time been Namdo Chugri Sedusaya Namdo Chugu Taji Mo Yemes and Dando. Dan Donati Sem Giglia, what Tabe Chachi, the Madabi Chachi. Tati Mo Yemir Chadi are the Indusane. Tadi itu pasi siapa tu agak ramai sih cari korang. Tadi semua orang, zat tadi orang sih marba. Tadi ni jurusan tu, ngau ye me jurusan ni, entah tu ko mada besar, panjang jurusan, tabe besar, ngau tu juga ada. Tadi yang sih, tu ngau tu juga zaman ramai mada be, sih, apa sih, sih tabe besar, sih dah mada besar, zat tadi orang sih, ni, berarti sih mada besar sih, zat tadi sih papang. Ani tabe cha zai tadi apa cuci sungguh yang sulit ini jenis apa? Dari Indonesia, tanda, tadi tanda, ngaco je kunci dini ya, pasca naso je yang dia orang ni mana resin tu, pasca mangku sih biasa, game ni ke lumba dengan pasca, tapi tontah mangku ini le, tapi pasca thamje ngaco jang tu mana resin tu, ngui sih ke mana? Tapi ini zozo, pernah ngui sih Indonesia ni, ngui le ya. 做做塞巴当、大瓦当，当阿杰的木巴、松多，当牛木巴西，西的这边一边去呢，当牛木松多，当地那呢，再为牛木巴的，把这当，大瓦的木巴的，大土大瓦的，这里头大土大瓦的就帮土的移民呢，那我把这现在就是这些都帮木过去，再为牛木木好，大土大瓦的就帮牛木山呢，就等这里呀，就宁波店牛木山呢。 Ini senda aku berjik kalau kata nyomong berjik senda ada, tanah sih baca senda ada di samping berjik. Sebagai nyomong pada panjang itu sana, ini jik kalau saya sawah tori itu sana, jik zaman mana pun sih, tapi ya kat itu jik doa pun sih. Tapi ni cuma jik yang dikisah. Tapi itu sana di junsen dia ni, ini nampak sangat berjik dangmen lah, cawat angan lah, dengsi lah, nyomong pada ada kecik mungkin juga. Kalau senda 俺说这革命给马上，那时候就要嘞，俺说地方面给嘞，那时候就要嘞。但人心都被讲过了的，就他们也不知道去吧。你过他们面不能俺说两个看的啥样，俺说的。但得嘞就讲说的，做做的，俺那等钱，等到了不得了，都有个印度生很钱，俺得嘞就你没电话的，开什么意思？ 那么总的来说呢，我们的心都有一种，这个叫做明觉，或者我们说心的明分，或者是明觉的这个部分。那么这就谈到我们说第七叫做烦恼意哦。那么在烦恼意的部分，它也可以有，它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我们的明觉的部分。 一个呢是夹杂着烦恼的部分，也就是最主要有四种烦恼，就包括了我见、我慢、我爱等等的这样的四种烦恼。那么主要的烦恼意当中有这两个部分。那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主要是要断除或者说清净我们夹杂着烦恼的这样的烦恼的部分，而展现出我们本具的这种明觉哦。 那其实明觉这个词讲到这个明觉明分的部分，就像我们在学心类学的时候，那只有谈到心的定义是什么，就是明而觉哦。那么当然再深一点，到了这些中观等等的论点，或也会谈到这个甚至心的本质明而觉，它指的就是法性或者说就是真如哦。 总的来说，我们的心有这种明觉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明觉部分，就是在烦恼意当中的这个明觉的部分呢，它本身它是没有问题的。那么，
只是我们要清除了夹杂着刚刚谈到的我见、我爱、我慢等等这些烦恼的这个烦恼意的烦恼的这个部分，将它清净清除的话，那么这个明觉的部分就自然能够展现。这个就是叫转一成智哦，就是将这些转一成为智慧的意思。所以讲到第七这个烦恼意义当中，所以它有这个明分明觉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从凡夫一直到佛都保有这样的明觉的。所以所谓的修持呢，修行只是让这个我们的明觉明分越来越展现出来，而让各种的这些遮蔽它的东西，各种的这些烦恼将它清净，那么很自然佛就成了，就能够成就这样一个佛果，你本具的佛性就完整的展现出来了。所以佛王也想到说，在像是噶举尤其大手印的很多教法当中，都会提到一句话叫妄念体性即法身呢。那么很多人一听到直接听到讲解这个听到这个句子，都会觉得哦，好像有点奇怪，妄念就是法身吗？那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是不是都不需要努力修持成佛？因为我们现在就有好多妄念呢。既然妄念是法身的话哦，那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这个意思哦。这句话的意思是指说，烦恼、妄念，它跟法身的本质，所以说妄念体性即法身，就是说这两者的体性上本质上来说是没有差别的。就像刚刚谈到的第七世也叫烦恼意哦，它其中它刚刚谈到的这个烦恼意，它里面也具备了清净跟就是明觉的部分，跟不净的就是夹杂着烦恼的这两个部分。那你不能说这是两种心，事实上它的本质是相同的，只是一个心哦，你很难说是两个东西相异的这样的两个心，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将这个不清净的这些烦恼清除之后，那清净的这个部分就能够展现出来。那它这只是一种开显你本具有的，而并不是说有两个心，你把一个心你把它消除掉了，然后你再证得了另外一个清净的心哦，并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总的来说，再讲回到八识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八识当中它含藏了非常多的习气。那这些习气指的是什么？就好像我们一天当中你有很多很多的善的恶的各种的习气，太多了。那么我们说要清净这种恶的习气，你没办法全部清净，甚至你要知道认知到你有什么恶的习气都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下手呢？我们就是从这个烦恼意当中的夹杂着烦恼的这个部分，我们要将它清净。而这里指的最主要刚刚就是说有夹杂着四种同分的四种烦恼，就是像是我见，然后我见，然后我慢、我爱，还有无明这四个部分。但是这四个当中，其实最根本的是哪一个呢？就是我见呢，就是一种我执。所以经典也形容说，如果你能够从对治我见，就是从对治我执，从这个根下手的话，那么它其他的叶子自然就会枯，自然就会得到消除了。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在佛法当中特别强调无我的这种修持。那么这个升起无我的智慧是对治我执最好的一个方法。那要不然我们说一天当中都积聚了这么多的恶业，你很难全部都把它一个一个去把它清净，而且更不用说无始以来所积聚的恶业了。所以我们说最主要要先从我执对治这个下手。今天就是那边吃热闹的，老爹把这事情吃肉团都准备，但没见吃肉团都准备，但见都不记得。但这当本来老爹把这事情，就爬下来的哪能个人是？但因为呢，就吃肉团都准备，但见记得，哎，那就难个见，你搞了也丢个人是。다배선상바로디즈니비나아니바지바자세트업코너를대네아니다가다지나그레스다드레스우메드드레이주사네
俺他这个仓库这个给米给盘下了点呢，我告诉他，那我拿出吃点去。别那，他得了这病呢，别那，别那麦当我不如自己也不吃，但麦当我不，但俺做这个推磨机，就连那个准备什么了呗，麦当我不如自己也不吃。他听我连那做什么了？他听你这广播机也不接。他听了呀，俺被米酒给俺大勇隔离啊。哎，然后说说给这趴下个忘记。但我不这个找不着不着，就刚刚那里搞的，一米呢啊。他这就广播的这卡多啊档，俺一档打那些，他的这移动用没用了是吧？啊，这个的这米酒不得了呀。就推磨磨一杯，能做的就弄个了吧。马多呗，俺们米酒不提个，他说，然后说说的呀，就难点不提，从了就，吃用做呢，俺们并不接那个药嘛那是。第二句啥呢？就然后说说的呀，推磨磨一杯，他说的，你到麦当我们杯就热那个药的是。第二句啥呢？到底？我做做就说说拍照的点的，就拍照，那给没给？那拍照什么了？但等那里点些，那我拿手是拿的呀，就用的多。等你这提军这样点呢，哎，你打我就去提军给，他没事拿了里面呀，他是这给没给就拍照什么了？就新旧的呀。拍照上不着啊，本来就给我做不下的，他做的给我拍上着啊。新旧的啊，就告诉控制起来，就新旧的啊，就电波切些，那样就告诉别做些，就全样的切些，等于就是多。等于就是啥呢？他其实就趁得了呀，本来看了就明白了就。这米线打的呀，这菜心不摘，打那些，那快上不要，这里吃不赢，俺这叫姐妈的呀，提八家，搞的是八家提了点呢，那这人叔叔里呢，这菜心不啥用啊，快这全部快用啊，那这里就八家不用的意思了，俺打那些，但多呢，这八家菜的这。他说了他，当多的就是说说的，心的，心句的，大概个产能了不起的多。这里就是呢，但我嘛，也得了不起太牛。本来米，本来干啥这些都不吉利啊。哎，你就我托呢，就没说说就托呢，本来明年代表呢，本来俺当那是代表，明年个代表呢，我就告诉这当我看啥这些经历呢呀，哎，没说说哪个了本来，俺了哪位这些都是这西格米扎罗这个当，俺当那是看啥现在哪位这些的呀，西格米扎罗去，你哪样个多？等于说我问你说他了呀，这看啥这些你这米扎你。但用心个嘛了吧？但因为呢，但说了呀，就拍价格往个，但说他的难用就啥呢？但得做这说一个，俺得，他就什么个，能做就这个哇。但你就啥呢？但我那是七日团多呗，搞出来这个，别个说这个什么来个这个。甚至拿下来别啰嗦，去我最怕什么东西啥呢？我最就热，我最怕什么当麦当那样，就雨季外呢就去就不到路就别个就出不去什么路，等于就拿我下用个吧。但因为那样，天大我那了呀，那就我最就因不得嘛，因为就赚到忙不如钱的，就什么的，怕下个吃难，打那些就什么的啊。中多那做是吃，就是那天了天呢，俺大哥就我说了，刚硬忙不如吃点了，他这种多，人就是那他这种人天呢，
到桌子就除了我们的要我们的要日本专业就是呢看很多过的这个上不当就干什么不急不急定时候的时候这个意思呢这里就是呢他端了桌子那就他那些那么像忙不切的就那么细过那么像忙不切的桌子看很多过的上不当就是呢我就定时候的时候专业的这里就是呢他第一句在那呢我那么像忙不的用的意思呢那么在我们看到在佛法的这个下部宗派也就是在有部跟经部的这样的见解他们会认为说外在是有实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外在的这些叫所缘缘哦，就是各种这些外在的东西它是实有存在的那么就像经部他会虽然也承认说有这种内心的这种叫做习气但是呢重点还是外在是有这些东西是实有存在所以外境再加上内心的习气所以让我们会惊艳到外在各种的东西那同样在有部里面来讲那他最主要也有谈到外境同样他也强调说这一切是由我们的习气所限所以总之呢在这里我们谈到的是各种的习气哦，所以我们有好的不好的习气就是因为这样的善恶的习气展现出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各种的万象举一个例子来说就好像如果是一朵蓝色的花哦，我们说这可以说是共业而成大家因为共同的业而看到共同的一个蓝色的花但是虽然是同样一朵花但是十个人在同时看的时候那么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善恶业力善恶习气的不同他其实看到的花是不太一样的那有的人特别喜欢蓝色的花他看到的这个花就特别美丽等等所以这都是每个人的习气不同所以你会看到不同的情况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可以说这朵蓝色的花它就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不共的习气善恶的习气而展现出来的相貌而已它并不是外在实有的所以重点是这一切我们以为是外在实有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实有它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善恶习气而展现出来的这也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东西我们会每个人看到会是不同的、哦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平时当中尤其生活当中我们要尽量的什么叫修持佛法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在透过修持让各种的善去习惯各种的善行在我们的心性当中放进去各种这些善的种子善的熏习、哦、让我们的心更加的平静更加的稳定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就像经典里面会说如果你今生多给别人食物或者说多分享给别人这些衣服布施衣服的话那么因为你这样的一种习气你在来世呢你就会惊艳到你会感觉哎，自己总是有东西吃那你也总是有衣服穿了这都是因为你自己曾经有这样善的习气所以你会惊艳到这样的一些各种的景象各种的情况所以可以说什么叫做习气哦它可以说就是你心的展现那么过去佛王也想到过他说就好像有两个人他同样在看一个人那个人叫扎西那这个 A 他在看这个扎西跟这个 B 在看扎西的时候呢虽然扎西是同一个人就是那个扎西但是因为这个 A 先生他的习气所以他会觉得哎，这个扎西的个性是这样子他的判断他的感觉是不同的那和 B 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只有扎西只有这一个人但是A 跟 B 看到的却是不同好像是不同的一个人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 A 跟 B 的习气是不同的所以从这样来看你可以知道说其实一切的相都是由我们的心所展现它并不是外在所实有的要不然我们一般我们说为什么在轮回当中无法处理就是我们都以为外在那个东西是实有的那
不是心所现的，所以而那样一个外在实有的东西被我们惊艳到，被我们看到，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也因为我们这样的颠倒的错误的一种理解，所以会造成各种轮回当中痛苦的情况。所以总的来说，你看到整个佛法体系当中，无论是从下部的宗派一直到上部的宗派，你看他讲的越来越转向内心，从外到内到我们的心，而且内容也讲得越来越细，越来越深刻。所以这么多的佛教的论述其实都在告诉我们要转向我们的内心。大家好，我是南无三界别 philosophy 什么的，就青叶这边给那就熊罗给德州那边下的苍罗，但做我的，但就主办人嘞，这样做就四面军对头，啊，但得了也没些，但没有了，听这就应别团的，他们就电视看呗，就电视装包不出来那样。就出的虽然讲不包的，但就装包不出来那样。但那就没有去送去拍药的啦。我那时候的就，就出的当，俺那就，太大个就电去了，老张下面搞了一面那样，太大太新。那就主办人连个车送着了不去当，就新军队他送着了，就开什么其他也没得。但到那就看人都过些，就。但让给就去年给就定三十了吧，就三不当退也不行。但是穷不移民呢，俺那现在就南北三界呗，就德州，公团，里国际，你也不用不得就工资钱少不起。现在嘛的伢就德州噻，你就县人就是，就开起德州厂人就是，刚刚老板开出来，就开出来的就。치료지금카수술삼로대배치료를해야배가르쳐리버치료를해야배당한채안다지이제지군시지여하다여하만에근데안다나시제다나시지최담제다지배는지생기나와서들이숨고봐다생기나와서야되는다근데가서해다지我就以前个嘞，差不多就觉得他们就生个那玩意儿嘛嘞噻，但今天我就淘宝店中买不起一样的多，但确实在淘宝店中在一样吃不来，在中道学个不来的，但因为那样，今天就淘宝店中买不起啥个呀，就真做的，俺就就看难都买过了点嘞，但淘宝店中国内个淘宝店中买不了一样的个面料，什么的就行了，看到呀。就关系啥子越慢，那你到就劝他们就生个男人不离啊，说说眼线顶粗不就装嘞嘛装嘞，但你那就线过来个，全身的光头的好了啥啦，做做的就看难度过来，俺就三木路当起开始，看难度过来，三木当过来的开心不赢不进，穿土窑的生度，本来到顶上怎么的道理啊，本来到年尾吃里面呢。别人家边那三五九，他那些对钱给干啥的，老干的是，给多少钱开，俺的那个迷茫不了，甚至忙不了的要嘞。俺他那些就当怎么的，天上丢嘴里啊，没啥么的就吹我不了，拖拉车差不印度啥呢？提军车那点呢？他，就边角给人们归档，他那些，他说他本来就冲击这特贵的全部冲击够了没上了一切就一趟钱抓了热瓦塞了这个你是忙不用的要的但是这个你够了我就这第一的其实我不看到了然后绿地被说了没吧但第一次啊这些能胜利这确实也不知道能生个道理啊！俺大讲的，地基就中央有吧？他那就俺说就，什么是当官的，干什么其他的生活？就新闻部的就，好了的，就九九二八三的都上不了，俺那到电不要嘛的，
안고 참잠 지 추진 저러 용 그래 참잠 안에 지 위신 폼바 나다 기지 가시에 나로 위신 폼베 폼바 드데 용데 가르쇼 찬도르 드니 두스타네 다든 데 뭐 이제 낭섬리아 지 삼 추 삼당과데 계속 시라레 샤섬들 정예 안드니 두스타네 안제 삼에 안다르 좀 제기 kalau tu tu sistem ni aku sya, kan thamad dili ada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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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gji sya orang ta, rungji sya nama kan sya, thamad dili ane rungji su, gombal su sya ni apa isu? Jadi 其实整个佛教你看它的可以说哲学的体系或者它的理论它的宗派的见解或者它各种的这些理论辨析它其实都导向一个目的跟一个原因这个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实修帮助我们降伏自心哦所以其实所有这些论师当他在撰写某一部论点的时候他也是带着这样的发心而写的所以当我们在学习思维各种这些佛教的典籍的时候你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就是你要将你所学到的每一字每一句都要让它变成是帮助你实修的都要能够帮助你的实修也都要成为能够降服你的心的这样的方法哦。那么所以总的来说整个佛法的修持它的理论也好都是在帮助我们转向自心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那么你这样子才算是真正了解佛陀的心意或者说了解这些佛经在说的是什么了不然的话我们都会觉得这些我们会在学习这些论点的时候会变得怎么样呢都总是理智上的或者是理论上的或者是一种向外的去讨论去分析然后去发问哦。那么就好像我们会向外去理论上去看到底有没有推论有没有这样的第八意识或者也有很多人会产生疑惑到底是不是真的万法都是由心所现的呢那甚至很难相信这一点那当然你需要透过思维阅读这些论点帮助你消除这样的疑惑但是我们应该换个角度要问问自己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疑问你为什么会不相信其实这个原因这个答案就在于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向内转向自己的心好好去观察去看所以我们总是在问很多其实根本不需要去问的这些的问题哦那么所以我们学习这些各种的论点无论你有没有得到一种确信不断的推理之后得到某种确信哦但重点是希望你一定要得到要知道的是什么就是透过这部论点的学习帮助你的心帮助你转向内心来观看降服你自己的心了那法王说这个是最重要的那尤其呢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各种灾难真的很多日本的地震还有现在不仅是如此核电厂可能会这些辐射外泄啊各种这些的恐惧真的让很多人的心都惶恐都非常的不安那么同样不仅是这样那现代的人都容易活在这种外向上意思就是譬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的譬如说一些经济股票的这种波动一种起伏那你看到一个人他的心情也跟着起起伏伏然后有这种很大的这种起落或者说有这样的失望的感受各种情绪都会升起那希望大家在当你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请你要记得真正快乐不在外在的任何东西上真正的快乐是你本具的是你要向内去找寻你愿意向内心去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找得到快乐的希望各位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想得到这一点而且要知道外在的这些东西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任何的事物它真的都是不稳固的
它时好时坏。那弹指间你可能变成非常富有，但弹指间你也可能变得非常的贫穷，一无所有。所以重点，我们不要跟随这些外在的事物去走，我们要向内心来找寻真正的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总的来说，这几天的课程，仁波切的课程也将要圆满。我希望大家能够把仁波切这一次的教学的内容都能够放在你们的心上哦。那么最后我想我可能要讲一个故事。大地的话是中国说的，天天就雄鹿县的要嘛呢。但两年我们的话就什么时候县的那么细的一些时候啊。那么细时候啥呢啊，这个卡斯的一些时候卡斯的。那一些时候啥呢，那也些时候不给男的也些不是也。也对嘛呢，我让我你就卡了一把的。我不他们这个的去你。얘는얼마나니응원이수가리마대단지당분이응원이수가리마디얘는되면니응원이수가리마디엄마디아니시아베인사아니이시스남시스도사는응원이수응원에잔에고마시에채다디기지루브루에지튜나지튜나지줌바남규르잠이튜베남규르잠다시아베들야남시스对对对他对你啊你别说你的下面呢对你啊我妈就写的妈就讲什么就公用一点三个中点的各位路居住那三个你们这里啊去了了啊孙女漂亮孙女路片呢那你咱这个我的亲漂亮对你你亲咱的亲大的你아니상계도스페이드스타는고김다디지대지자승본으로중어다기랑조디디라도중어디서아니민사메고여제동네아니아니돌돌나조를자승부수아니아니베돌롱가영하데아무도기랑조데네기랑조기랑조아니베또칼라마세비치나조를베자승부수에기랑조디미르바스对你对其他组多接其他组马赛的些，你没了呀？没咋被鸟的进给些，叫什么？被个鸟的忙不些？那个忙不些呢？因为啊，三个个，那这里啊，连长的卷要嘛的是。那他们的就是啊，那个连长跟没就是啊，那个集中的做了干嘛用？那个给这的在那切算的是。那个给这他们，那个给这切算就是啊，那三个，就让给他俺老爷子上老早算的是。那个俺拉长嘛拉长说，俺等个去，等那三个，他等个去让俺嘞啊就忙不的个吃中午，就忙不就送送，他就说俺忙嘞，就朋友他们给着钱，他给是你去个没接啦，加拿大这边呢，加拿大这边，对，那没接连忙说呢，那去让搞笑。근데다다나랑그주다보게아마도답시엄마로어다가나신기랑그등기가지지측주보망부정안에야시에송스근데지송안에먹어서기랑다보게안으로하튼에송안으로다들남시도이시기개발되다바지룽되는데나바채샤나다니에사다디게물랑아르지다디다남시이시개발가려서나다아주저지나다진리지금니주지채비나다미지리시엔남산다콘로치그룹콘로치엔들에냉각으로봐다다아잡아라봐서잡아지수엄마디가리야수념냉각으로고란디고란디룩수에는지르봐디아잡아지룩수에채디쥐에디니시야디강민재인수봐다배추보게그러다다지추보게는가시하서나다그디치남규르잠우위니즈디들야그가르쳐다다다디디네급디기아니니즈가르쳐루브르웨니즈텔때네디고고월추네근데다다가랑다가랑야지렌드체샤다가랑야콘르체샤마다우위니즈돌아야
看到结果还没有嘛？他看，俺的最多不见呐，就看农村钱了，俺农村钱还是给民族花的，是吧？但现在的看这农村钱，这个钱有啥提效了？说农村钱啥？那得干的是哪？那么些是提的钱没得？其那么这把那这怕跌的那就我那就看到哪哪上上的缩小了吧？他看这最近年把年把的呀，年把做。지가르쳐야지다콘도말랑까매만들었지수학시작으로봐나도까매만수학시작으로그래가지고급디루브르베다깨인딘데진좀연주사네다디넘주르디왕도치네나콘도사리고얘네상계기나는콘도치야말나고녀모브가르쳐코랑얘네가르쳐야다녀모베시야왕도소네엔데지근데지금눈주시합이네네눈주시하고왔을게면도스근데인주사네네교랑눈주시합이네교랑다보죠나를대모호스교랑눈주시합이네기구야가아닌도스다내손으로와근데인주사네다리룸부지군들이향상을지남시대인신재배에당황망고쉬그래근데인주사네네교랑주인에망고바디수할지구유사그봐미즈주지가르쳐야지控制啥？去别偷袭，门大枪不钱用的，俺那叔叔提的，我话了嘛，提不钱。叔叔家里人不提，人心家里人不提了，你也偷不起当。人数嘛少，结果的，干什么意思嘞？但今天没穷了呀，他们说被警察抢了。别人没干些，我那些五毛三的看得见了，大娃五毛，晓得吧？东尼，当面三的，我那些呢，就什么骗啊，确实了吧？但因为没啥事，就乌马讲讲讲讲，他妈的就阿杰切入去，邓进切入去，他真的抢不来的。哎，当然就别人关心那些些国的，他做的连着去没事哇，这个连商业跟这不是啥的去没事哇，但叫完的叫完的，开始说这叫完的叫完了呀，我开始说就出了没多少钱些个，但你用下药吧，就定中。내윤재그대중가르쳐야다강매도샤야봐다내윤주산다고근데그파샤고시르지고두산렌데취미서지고두산안다고렌데파샤고시르지고르봐다내윤주산디수시에과윤센데조다렌데취미서와시에고두산네다디체도르도와다이미네양가세지고군시비시비시야연게지르베룹룹룹룹룹룹안타마들이야다军事开发商了，就开发民了，就套嘛到。现在这可能的就连着区民社会的，就盯着不就当一切了，给灭了。这里差别呢？俺那南方三个月得住家呢，国不其他穷啊嘛呢。这里就啥呢？啊，就是南方三个月点住他们家了，珠宝路那边点住是个啥呢？那做做的新军旅头，这个。남신공파주네지시원양에는대비공파주야드네지기체도미국마도여말했을때주탐지드네긴가를순거하네드네주산에디균세때는참에드네독삼시고도도저히다망보시나쉬는처음다그냥갈라사리샤도저히所以在这里要说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主要是就跟这一次的主题有关，也就是士跟智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哦、那么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智呢？智慧呢在藏文它叫野谢，它中文也有翻译叫本智、哦、就是本然的智慧，也就是你了知道万法它的实相，或者说你了知道认知到万法它本来的面目是什么、哦，那什么叫做是呢？那是的意思是知，是代表你并没有看到它本来的面目是什么，而你看到的是它外在的那些短暂的颠倒的，或者说那些迷惑的外相，那这个呢叫做是哦。所以这是智跟是它的差别。那有一个故事就是有关智慧跟心事是的部分，那可能各位都有听过了，那但这里再讲一次。那这是发生在佛陀时代的一个故事。我们知道佛陀当年都会到外面去乞食，托钵去乞食。有一天他就来到一户人家，但这户人家呢的主人
他似乎不太喜欢佛陀，他也觉得你们这些出家人呢，怎么就到处的去挨家挨户那样去托钵乞食，真的是造成很多人的麻烦哦。他这么觉得，而且他看到佛陀来的时候，他也这么说，他就说佛陀啊，你们这些出家人真的是造成我们很多的麻烦啊，什么什么，总之讲了非常的多。但是佛陀在一旁呢，他就是静静的听着，他没有做任何的回复，没有做任何的回应。那结果就是这个主人他越讲越多，结果他也讲不下去了，因为佛陀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当他最后终于没话可说的时候，佛陀就说话了。佛陀就问他说：“哎，你讲完了没啊？”那个人说：“哎，我讲完了。”那佛陀就说，就问了，反问他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人要送你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但是那个人，如果你要送给别人一个很珍贵的东西，但是那个人他不想拿的话，那你会怎么做？”这个主人一听到就说：“哦，那我当然就会把那个东西拿回来喽。既然那个人不要。”佛陀说：“就像是这样，你刚刚跟我说了那么多的你的抱怨，还有说了那么多的粗语哦，那么我这些也是我不要的，所以呢，也就请你拿回去吧。”那总之这个故事呢，法王觉得说，透过这个你就可以知道，有智慧的人。或者说，跟一个凡夫是只有事的人呢，真的是有差别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还没有那样的智慧，没有本质，我们总是在看到外向的这种的心事。我们只有这样的凡夫事的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马上的生气，马上的回应，甚至你心中你会想：哎呀，我可是个出家人呐，这是我们托钵的最殊胜的、最特别的一种习俗习惯呢。你怎么可以说这是不好的呢？总之，你很容易就会气起来，然后要去回嘴，要去跟别人吵架。那有时候想想，为什么一个凡夫我们会这么做呢？重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安住在万法它本然的情况实相当中，而我们总是呢活在的是这些短暂的、迷惑的、颠倒的这些外在的这些现象的情况之上，而我们也总是想要很快的去回应很多这些现象上发生的这些事情而错误、迷惑的这些事情，所以其实我们本来根本不用气的。那么，但是呢，我们就是因为没有明了到这个本质哦，所以我们就会生气。那么，这个就是凡夫的心事跟这个佛陀的本质的差别就在这里。我们的心事总是很容易的，想要去回应别人，总是非常的浮躁。你看他一句，那我就要回一句；他一个，我一个。总之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么，但是我们看到佛陀，他有这个智慧，他没有生气。那么他很清楚地看到这整个的情况是，那个人他是因为受到了烦恼的驱使而有这么多的抱怨哦。那么，所以佛陀不做任何的回应，因为他觉得说，你的这些抱怨、你的烦恼，我不需要。所以呢，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回应。所以你看到佛陀他是有智慧的在处理这些事情。那么，总之这一次呢，各位这么多天来，跟随仁波切听闻到了这么多殊胜的口诀跟教法，我希望各位在未来生活当中也要记得这个故事哦。就是当再有人要让你生气的时候，请你不要再被这些外相给骗喽。那么，希望你能够安住在自心的本性当中，如如而不动。那么，要不然很多人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应该该有的情况是，我们学中观也好，学空性、学无我也好，最重点是要降服我们的心嘛，要让我们越来越无我嘛。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人反而学了这些中观之后，变得更加的我慢、我执更加的多。或者我们说，为什么要学这个阿赖耶识，要对这些唯识的或者第八意识的含藏识要有一个了解呢？最重点就是因为透过八识的学习，你了解到因果是不虚的。那么就像刚刚有提到过，我们的心事它是会持续不断的，它是会缘起而不灭的。那
这个一生一世的，我们有各种的善恶的习气，它会延续，但这些习气它必须被安放在某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它也就是叫阿赖耶识，也叫含藏识了。所以我们学习含藏识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知道我们善恶这些因果是不虚的。那么但是呢，有些人没有了解这一点，那么他却成为了一个精通为识、精通八识的这种学者，但是看看他的行为跟生活，却是对因果完全的不在乎，那这实在是不太好的。那他学这么多也实在是没有用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就过去祖师告诉我们的一个口诀，也就是所有的佛经、所有的论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实修，帮助我们修心，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修持，证得片知的佛果。那希望各位以后一定要谨记在心。那么我想今天也就讲到这里了，因为也该要吃晚饭了，谢谢大家。